准备三个球，还有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了。给加速，完美。三，我看。你可以看，你们看一个。一号再放。谢谢。老板你好，来嘲讽一下。优先关注一下 Red Defender， 而且他跟我们联系。瓶子出来了，瓶子出来了。老龙的四号开了吧？对，开，现在开。对，大饼月亮，对，完美。对，一半以上才断啊。我嘲讽了，老板你嘲讽他，快，老板你嘲讽他。出现了，看着是。啊，对，打断骷髅。三队下一个打断骷髅，一半以上才打断，完美。我开大招。三号。我防护大怪。快躲开！把大怪打掉吧。弯木的血量，弯木的血。瓶子，等级上了，等级上了，会连跳。接连跳。三、二、一。回去拉回去，把 boss 拉回来。这边来。对，你们现在就是尽量别往里穿，好吧，然后就变出来了。对，瓶子现在是还是三级的，会连跳的，这个瓶子会连跳。OK， 回来吧，我嘲讽了，知道吧？三号瓶等一下会有连线，你们一定不要碰到那个红线啊！啊，对，一般以上断条。火槽大怪，火槽大怪，老板。四号是。三队准备骷髅打断。红线优先处理。下一个我来骷髅。下一个我来骷髅，如果被打死，可以。大王，我嘲讽你，嘲讽大怪。接球。大怪打掉，对。三号瓶子，等一下会转，你们小心一点。中间的人。好吧，越连了，那会转，不能走。来了三个瓶子，还有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小心一点，别碰到那个红线，千万别碰到那条红线。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三号瓶你们准备要放了，这个瓶子借一下就行了，现在还等级一，放三吧。我操，够了。两个怪也是一样的，地魔是血，刺堂，所有人没血的刺堂，半血一下的刺堂。我嘲讽你，嘲讽大怪，赵老板。二队线段一半以上，线段一半，这个也是二队，断早了，断。只有三队断骷髅。可以全都有激活吗？冷静啊，我开大招，换槽，三二一，换。能打过的10%，慢慢来。OK， 慢慢来。大怪准备来了，大怪放大饼，大饼可以解，他不能动，这个可以解吗？可以，远离他。哎呀，打断，快。我朝大怪，二队读到一半断，这个小怪不用管，一起 A， 三队帮忙断一下那个小怪，对，把 boss 打掉，把 boss 打掉，断完把 boss 打掉，1%，1.1，打掉，漂亮。